级汽车。外星人入侵。地球是我们的啦！外星人来了，快逃命啊！地球需要我们来守护，召唤超级汽车。神奇的搅拌车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外星人占领地球，看我的，我们要摧毁一切，看我的，可恶的外星人，让我来引开他们。做好准备，开启轰轰轰轰，加大油门，马达声隆隆隆，一圈一圈加速漂移，让你脑袋嗡嗡嗡。转动滚筒，搅拌声轰轰轰，神奇魔术，超级变变变，让热水你慢慢变。超级汽车再次出动，竞速赛车信心满满，跟我一起呐喊，加油！车轮转转，跨过障碍，勇敢向上飞起来。搅拌车呀，也来帮忙，转头滚头变变变，变变变，顺利顺利，哗啦啦啦，守护地球，勇往直前。并肩战斗，七彩变变变，浅的地方吧。哥哥快来，紧急情况，紧急情况，来了。我的房子被淹了，发口水啦，快来帮帮我们。召唤超级汽车！神奇的搅拌车。超级汽车出动，飞龙湖，开心湖，你们看，你们的房子全都被淹了。我们没有地方住了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我可以来帮你们造新房子哦。真的吗？ Magic Magic Magic， 水泥搅拌车是魔术师，跟我一起喊咒语 Magic Magic， 看我表演沙土变水泥，哗啦哗啦水泥哗啦啦，魔法魔法变呀变，哇是墙壁，魔法魔法变呀变，哇是屋顶，魔法魔法变呀变，房子完成啦，和我一起变魔法 Magic Magic Magic， 我们一起变魔法 Magic Magic Magic， 哇我们又有新房子了。可是看起来怪怪的，
为长得都一样，也没有好看的颜色，样子也很普通嘛。啊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有办法。超级汽车升级。最强形态，七彩搅拌车，又到见证奇迹的时候了。我有七彩的颜色，变魔术最厉害，转转我的大滚筒。水上乐园，哥哥，我热。哇，今天的温度好高呀！看来我们需要找一个凉快的地方。去哪里好呢？我想起来了，公园边上有一个大泳池，我们可以去那里游泳。哇，大泳池，那一定很凉快吧。哥哥，我准备好了，我们快去游泳吧。现在就出发。白老虎、开心虎，你们要去哪里呀？我们要去一个很凉快的地方。对，那里有很大的泳池。哇，我也要去。这么热的天气，你们要去哪儿？我们要去一个很凉快很凉快的地方，那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泳池。我也要去。皮皮，要不要加入我们呀？我们要去一个很凉快很凉快很凉快的地方，那里有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泳池哦。比吃雪糕还凉快吗？当然了，快来吧。这就是你们说的很大很凉快的泳池吗？看起来破破烂烂的，一点都不凉快呢。白老虎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哥哥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别失望，让超级汽车来帮忙吧。召唤超级汽车。
螺旋洒水车，七彩搅拌车，交给我们吧！超级汽车出动！我是搅拌车，是魔术师，破旧的泳池我来维修，转转大滚筒。彩的水泥变变变，泳池变成彩虹色。哇，好漂亮呀！我是洒水车，大大水箱，空空的泳池我来装满，喷出大水珠，哗啦哗啦，哗啦啦，哗啦啦，喷呀喷。想不想更开心一点呢？想。来吧，变呀变呀，话题出现，变呀变呀，水上乐园，喷呀喷呀，朵朵浪花，喷呀喷呀，下雨了，魔法魔法真神奇，炎炎夏日快乐无比，耶！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博物馆风波。哦，哇，是霸王龙的化石。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。我们好害怕呀，快跑呀。好，我来啦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哎，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你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哼，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啦！好疼呀，救救我。也救救我。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站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哎呀呀，风帆里乱糟糟，走走。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。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。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。
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。嘿呦嘿，大大石块吊起来。嘿呦嘿，恐龙化石照一照。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。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。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。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。我来啦，张开翅膀飞，手上疼痛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我来啦，发射光火治疗你，我来啦，统统全都消失吧。耶，太棒啦。现在让我们一起帮忙把博物馆变回原来的样子。好的。呼啦啦呼啦啦，恐龙化石放在哪？呼啦啦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。呼啦啦呼啦啦，雕像雕像放在哪？呼啦啦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旁边。呼啦啦呼啦啦，超级汽车有办法。呼啦啦呼啦啦，一起一起回来啦。沙滩演唱会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太可惜了。啦啦啦啦啦，嗯，啊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唉，大风吹坏了北极熊先生的舞台。北极熊先生，别太难过了，你可以找搅拌车瑞博帮忙，他一定能修好你的舞台。真的吗？嗯，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至于你的演唱会嘛，明天再开也行呀。来不及了，明天我就要走了。算了算了。什么？北极熊先生要走了？哦，他要离开贝勒小镇。好，不行。我不能让北极熊先生临走前留下遗憾，我要帮帮他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嗯，妮娜，找我们有什么事？啊，说起来真令人难过，北极熊先生真是太可怜了。妮娜，能不能说重点？啊，好的好的。北极熊先生明天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想帮他修好舞台，举办演唱会。哦，明白了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六兄弟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豪华公交车巴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嗨，妮娜，听说这里需要一个舞台。没错，时间非常紧迫。别担心，我可是魔术师，舞台说变就变。转啊转啊，沙嘟沙嘟，搅拌搅拌搅拌，水泥水泥，变啊变啊变啊，舞台舞台建好了建好了，不错吧？好像还少了点装饰，都在这里呢。星星星星，一串一串发光，花儿花儿，一朵一朵绽放，舞台变漂亮，我们都好喜欢。还没完成呢。座位座位，一个一个摆好，花童印象
翅膀。我去找北极熊先生。我去把观众们带过来。加油！车门打开，快快坐进来，把所有观众全部都能装下，坐稳，手扶好，哦，我们出发啦！跳舞，感谢朋友们来我的演唱会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超级汽车们。北极熊先生，明天你就要离开贝勒小镇了，我可真舍不得你。哦，哦，我只是去旅行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旅行？是我误会了。大战暴龙装甲车！哇，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哦，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。哦，哇，看起来好酷啊。哎，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，酷宝，让我再看五分钟，要不三分钟也行啊。暴龙装甲车，嘿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暴龙装甲车，哦，酷宝。对不起，阿力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心！是暴龙装甲车！酷宝，快跑呀！电影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。阿力、酷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暴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它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吊车大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吊起来，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。不许你伤害大家！大口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，一二三上后拉，哎呦头破啦，水泥变变变，高高墙壁困住你，赶紧别想逃。糟糕！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出个大洞。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雕像吧！哈哈，成功了！快开始修建大楼吧！
只鸡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跳翻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，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啦。哇哦，大楼比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怎么回事？给我停下！快停下！揭秘隐身车。天气真热呀，听说他专门在夜里攻击路人，害得大家晚上都不敢出门了。黑暗隐身车？哇，这一定是个大新闻。瑞博，你说的黑暗隐身车在哪儿啊？大概也许可能就在这附近吧。我好困啊。大家打起精神，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查清楚。哎呀，我好像撞到了什么。啊，谁踢了我的屁股？难道是黑暗隐身车？我发明的隐身车可是连雷达都找不到，超级汽车，看你们这回怎么办。观众朋友们，记者妮娜正在中央大街为你带来黑暗隐身车的独家报道。妮娜在说什么？她是说，黑暗隐身车攻击了我们，我们需要升级作战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，妮娜，七彩搅拌车，瑞博，超雷达警车，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快看，一定是那辆黑色的汽车，它消失了。目标消失了，开启雷达寻找，嗡嗡在哪里，嗡嗡在哪里，嗡嗡在哪里，哦，怎么找不到。咦，那是什么？沉沦沉沦过来了，快躲开别受伤，咚咚跳一跳，咚咚跳一跳，咚咚跳一跳，啊，危险，快快跑。隐身车又来了，小心小心，它来了，水泥已准备好，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咕噜咕噜喷喷喷，啊，糟糕，喷错了。抱歉，我们这样是找不到隐身车的。瞧，地上有它留下的痕迹。跑呀跑呀，向前跑，我们发现目标。别想跑，嗡嗡别想跑，你被看见了，追呀追呀向前追，我们把你包围，咚咚快停下，咕噜咕噜快停下，嗡嗡快停下，你被抓住了。干得漂亮，现在我要把它带回警局了。等一下，我要拍一张照片用来发布我的新闻。工程车技能大赛。我们又建好了一幢楼房。真是太棒了。这次真是多亏了我，把土地铲得这么平整，你们才能施工。酷宝，你说什么呢？
如果没有我搅拌水泥，你们拿什么盖房子？哼，那些重重的石头和沙土可全是我吊起来的。还是我的功劳比较大，我就是最棒的工程车。我的功劳更大，我才是最棒的工程车。不对不对，应该是我。停，不如我们找别人来评一评吧。那一定要找最公平公正的。我同意。雷克警长，你是贝勒小镇最公平公正的汽车。请你说一说，我们谁才是最棒的工程车？这个，我觉得你们都挺棒的。不行，你必须选出一个最棒的。对对对。有了，不如你们来一场工程车技能大赛吧。好主意。没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。酷宝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要跟阿力、瑞博比赛，快帮我升级。我们也要升级。什么嘛，我还以为有重要的任务呢。比赛也很重要。没错。好吧好吧，超级汽车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铁臂挖掘机酷宝。大力士吊车阿力。屈才搅拌车瑞博。超级汽车出动。第一局比赛挖坑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铁臂挖掘机，大铲子最坚硬，挖石头挖土地，挖掘机最无敌。酷宝胜出。第二局比赛搬运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大力士吊车，大钩子有力气吊起来放下去，大吊车最无敌。恭喜阿力。呵呵，第三局比赛搅拌水泥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七彩搅拌车，大滚筒转呀转，无水泥变呀变，搅拌车最无敌。瑞博获胜。我们都赢了一局，到底谁才是最棒的工程车呢？谁的本领强大家比一比，让我想一想谁才是第一。大吊车我赢了，挖掘机是我吗？还有搅拌车。合作最无敌。什么？合作最无敌？你们合作修好了一条路。哇，我们真厉害。没错，你们在一起才是最棒的。我们是最棒的工程车队。奇思妙想汽车馆。最新款无人机第一次试飞现在开始。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哼，你可别小瞧它，它的速度快得像闪电。再快点。你看见他了吗？好像不见了。不好，我的无人机落在了郊外。我们一起去找找吧。好。
信号显示，无人机就是落在了这儿。这里好像很久都没有人来过了，会不会有危险？我有点害怕。嘿，酷宝，你可是超级汽车呀！哦，对，我是超级汽车，我怎么能害怕呢？瞧，你的无人机在那儿。哈，找到了。你们是谁？不管是谁，欢迎光临我的汽车修理厂。要不要试试我珍藏的大铲子，或者精巧的螺丝钉？谢谢，我们什么都不需要。我们是来找无人机的。原来你们不是来找我修车的。根本没有人记得我的修理厂。酷宝，牛大哥看起来很难过，我们帮帮他吧。我有一个想法。牛大哥，我看你这儿的汽车零件都旧了，不如我们做些改造，把这里变成汽车展览馆吧。汽车展览馆听起来不错。嘿嘿，那就呼叫指挥中心。哥哥，怎么是你？嘿嘿，还有我。开心虎，我们想要改造牛大哥的汽车修理厂。我明白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出动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朋友们，等我们发挥想象力，一起来改造吧。铁皮拼一拼，又挡风呀又遮雨，大铁皮挂彩旗，变成小屋真美丽。后视镜像眼睛，擦掉灰尘亮晶晶。后视镜这心意，保有巨大万花镜。干得不错，继续加油。小的摆整齐，汽油桶喷颜色，七彩铁皮汽车人，欢迎你来参观，奇思妙想汽车馆，好新奇，好喜欢，奇思妙想汽车馆，这里真好玩，我下次还要来。太好了，这里又热闹起来了。超级汽车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